快点儿！快不了，这是箱子死沉，那里面装的什么呀？能够回来一次，当然要带礼物了。这个路两年前修过，以前更难走。你看，前面就是这个世上最棒的地方了。 你们收拾的好吗？你们这些皮猴子啊，看到礼物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应该说什么呀？